作为情歌专业户，那英老师最关注的则是学员的演唱方式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稳，但是我就希望前半部分跟最后那个美声的东西呢，它有一个冲突。美声那一段呢，要夸张。这个刚才那个，对吧？这个妖怪一点那个劲儿，有点诡异的劲儿。今天我的学员啊。我有其中有一个人，我让他唱你的歌呢，有一个超有难度的歌。有美声的吗？浅浅。对。这个歌我都不怎么唱。对这首歌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太有实力了，轻易不能随便交给哪个学员唱。你下次啊，下次麻烦你来去找我们探班去吧，我把那个学员介绍给你，好吗？好。小伙伴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在教唱的同时，那英导师也给予了学员们满满的关心和鼓励。想到那个地方怎么唱就怎么唱。不是我不想就是让大家对我失望，不想让那英张嘴对我失望。你要这样说我就该哭了。不能这样，有纸吗？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我都没有你这个机会。我看见你这样，你要感到自己特别的骄傲。不管以后能唱到哪一天，知道吗？我看到他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在哭一样。哇！干杯了！干杯！不减肥了吗？不，今天不要减，今天不要减。这个时候就健康为主，你们要加油啊！我不给你们压力啊，我不给你们压力。